那政策也会有。对，所以大概就只有这六个。就是我想法是说，这边他们可以写字，然后他们可以 mark、有几个角色，一个是我们黄队友工程机会。上界面应该他进来之后开始会有一些问题会引导他。那这个过程会在涂鸦区里面，然后就可以从这边去选说问题是什么。就是离心议题还有吗？对，离心利害关系人，然后离心政策，对，然后他就出现了很多上传的，什么箭头之类的，然后他就进到 A 4如果是很简单的话，可能这边就只是一个表格嘛，然后你可能可以选，然后弹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可能是可以写字的，就是 input field。他感觉没问题，这个绝对没有问题。到底长什么样子？对，就要成为。